有两只小只的，有，前面。这改呀，这一个改怎么翘？慢几慢几。小可爱哦。什么时候要收呀？不是啊，等一下啊，它应该很快就出来了。好，宝宝来了。好，你看，你看。 对，那个是。干嘛？对，也是刚刚那星星。他刚过来。对。六六，他们在干嘛？拍拍拍拍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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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才是金刚星星吧？这才是金刚星星。对啊，这才是金刚星星。金刚星星，一只果子狸不小心跑进去了，它跑出来了。再来一次，在动，不是动，在石头旁边。果子狸。对，跑进去，然后就被吃掉。没有。大家都拍他们哦。就叫走他们。我们是要用专业的拍他们，他们特别可爱的。因为猴子跟人类很像嘛。那他们也是有手有脚，是不是？有眼。跟你很像，跟你很像，里面都我。对，跟你很像。在上面啊，旁边你有看到吗？他走出来了，他走出来了吗？哪里？哎，我的宝贝。星星在干嘛？好吗？哦，这里面有没有看到？哇，它走进去了。